仍然我好爱你。我系江两度，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呢个访问。挑战用广东话唱《Hurt So Bad》，Baby，Baby 即婴儿啊！仍然我爱你飞非常。，I love you so much，即系，啊，又唔讲粗口，仍然我好。爱你，你就坐，我嘅心在淌血。仍然我好爱你，你被我嘅诺言已经瓦解。OK，哇，泰文咁啊，已经瓦解。仍然你伤害我太深。只要我们，我们嚟啦！只要我们都爱着，无论几乎都值得。讲好嘅，你点解唔记得？好嘢！我成日都觉得，香港有几个表演嘅地方系对于表演者嚟讲系有特别意义嘅。首先，第一个就系文化中心嘅歌剧院。如果一个流行歌手可以喺嗰度开一个音乐会呢？我覺得唔係俾唔俾得起租場嘅錢嘅問題，而係嗰個表演係咪可以喺一個咁 elegant 嘅地方去，係咪晾得住個場地咯？咁第二個就係、紅館啦。咁紅館係每一個歌星、每一個歌手夢寐以求嘅一個舞台啦。咁再其次嘅就係、新光戲院。因為首先就係佢個歷史背景，或者係佢一路都係一啲點講啊傳統嘅戲曲嘅表演嘅地方。咁如果我哋喺嗰度開一場演唱會嘅話，佢一定係一個主題演唱會嚟，即係未必我哋會將一場live 音樂會啊，或者一啲唱好音樂會攞去嗰度做，唔會。我哋一定係做一啲好啱呢個場地，好啱。甚至乎好啱嗰啲觀眾，即係哥哥姐姐睇嘅 show。我成日都好想喺星光戲院開一場，係我唱一啲前輩嘅作品嘅。咁可能有啲 fans 即係有啲後生啲嘅，就未必會買飛入場啦。咁但係我都覺得，我都好想唱一場專場嘅音樂會俾我哋爸爸媽媽嗰一輩嘅觀眾嘅。